見ながら感動で、好感度不利害同事，我覺得，唔係啊，即係我覺得我講嘅，我每一次完咗我都總結你哋嘅古仔，我覺得已經好深入喺我腦度，你哋完全就係即係成全部嘅角色，我真係好多謝你哋，你哋真係做一定做得好好，哦，一定係做得好好，令人感動啊！爆謝好戲，經常搞喊觀眾，估唔到今日喺記者會上失手。由人濟醫院贊助 TVB 製作嘅劇集《人濟心》，今個星期六開始，一連五個禮拜六播映由真實個案改編嘅故事。爆謝特別客串做主持。爆謝咧，係咪一口答應呢個咁特別嘅演出呢？啊，係嘅，因為其實我好耐冇做主持啦。大家知道其實做主持都幾困難㗎，而我講好多稿㗎，我背咗好多日㗎。我哋寫稿嘅朋友咧，其實好好噶，佢寫咗好多好動人同埋好準確、好美麗嘅詞藻。咁呢啲最基本上都要照講噶。我哋嗰五集嘅每一集係真實個案啦，同埋係好感動嘅。就好似頭先爆姐喺台上面講嘢咧，都講到眼濕濕，我望到爆姐咧，我都想喊。我見到佢哋十個人企喺台嗰度，我已經好感動。我覺得我哋 TVB 有好多好好嘅演員，同埋好有愛心嘅演員。是肯為很多善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希望大家支持我們，